这样，通通错。好的 ，K， 来，你还需要时间吗？不要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握时间，再来，一 ，n 二 ，n 三，再来。这是外国人写的，我们给他翻译的，所以很搞笑的内容。他说再按，他就说你再答不出来再按我，他就要枪毙我们的啦，表示我们很笨的。好，再来。哎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就是不动脑筋，也不是打表扬画没掉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答案，对，哎，结果呢，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人呐、啊，都处在一个非常来僵化，人们常说这个就是僵化的思维，外国人用了很多启发人的心灵跟表达的一种方式，就是说过度的僵化。所以你看办活动，我听说福源校友会每年都有不同的一些方式，其实就是突破那个僵化。但是换句话说，世俗一点，以心理学之外的角度来讲，僵化就是叫做过紧啦，那个紧啦，我们的三毒汤当中的那个值啊太重了，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伤害。我们再看第二个非常好的一个测试哦，三单位，来，师傅们请看，这是一个很准确的神经系统。现在啊，大多一点，我讲话紧张，对不对？来吐气一下，我较轻松无？好，来，阿伯阿妹想紧张，好，来，用眼睛，阿哥往上跑，往上跑，在上面一点点，不是在上，在上。把这个题目出来，题目在这里。好，师傅们请看这个区块，找出里面的 C 在哪里。来，哪里？你们三已经在冰姐宫在那边，师傅得跪拜，在上面，在下面啊，你一直给他放大他就看到了呗。阿嘎你好厉害哦，他在哪里？来，一，阿嘎把答案挑出来。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对对对，在这里看到了哈，没看到的也不要难过，因为这个也不用出国比赛，也不用考试。好，来第二个，西找到了之后呢，麻烦各位再跑，阿嘎再往上，谢谢。好，西找到了之后，我们先从一堆九，身体健康999，找出一个千体快乐的六，来六。想到你是拢穿找好啊，是捌看过的啦？那有这么紧的吗？是吗？哦，在这里哈，第四排哈 ，OK。请问师傅，你们都看过吗？真的，哎呦，众生还找到十几秒的。好，来第三格 ，OK。从大 M 当中找出一个小 N。没有，只有一个而已啦，法师。第一排最后 ，and then 1 2 3 4 5 right？ 那，你怎么，这里吗 ？Emma， 来，阿刚放大，为了让其他的师傅不要觉得说他没看到很难过，有没有小恩在这里？嗨，不错不错，世界的记录不到八秒，我们师傅大概十秒，所以也不错了。我们给师傅热烈掌声一下，叭叭叭叭叭叭。为什么要鼓掌？运动还有勒，但是你们的运动都错了。来助理站起来，运动给师傅们看，面向师傅拍手的也有拍手正确的动作，我们推翻那个迷失好不好？来拍手，拍停，一样的拍手，你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？师傅们手部呢不要高过心脏鼓掌，你的血根本不容易流嘛，当天大家在你运动，哇，我当天在你运动，我真的高卡丁，因为会冲玫瑰啦，会冲玫瑰，第一心上去拍。哦，这个画面非常好，嘿嘿，没有一个犯规的，好，可以的。师傅的是安内，你需要击掌很用力嘛？有很多人呐、啊，现在很多人去医院挂急诊，其实把这掌心拍到黑了，心中发作。所以在病院很多心脏在急救，你去看他，他每次在打，他说他老师说哦，没打到乌青。我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吗？ OK， 那这有一个迷思，就是有那个中医师专门在推广拍手，对不对？
好，来，师父非常好。内脏有毛病，所以说因为他是地心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师父，所以呢，演讲很紧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可不可以照顾到全部的人？我当然也可以推不推翻那个医生，现在很多医生都非常鼓掌，但是问题的出现的问题很多。那个医生之后他说：“阿伯利的卖骨，你怎么可以用这么没有负责任的语言来照顾一个众生、一个病人呢？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我这样子教大家手不过走哦，不过心脏。我也被学长推翻了。学长说：你安尼袂使，安尼根本达不到运动。但是，哇，所有跟着我学过拍手的，唔捌挂急诊嘞，唔捌心脏发作嘞，啊啦唔捌咧手丢筋嘞，个人讲甲手丢筋嘞，我拢无嘞。”所以就是师父对不起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人这样的一个理论，所以为什么佛教说叫我们要找到善知识呢？善法，善法人人有，但是呢这个应机者妙，法无高下，应机者妙。 OK， 这个就是药也是一样，药也没有所谓的高下，它应机者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道理就在这里了，就是说我们也不去推翻人家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什么对我们有好，我们刚好过，我们要怎么去保用，是怎么静定法师一定要我来这里上课，我们一上就上三年呢。我们不是说上完一堂课就走了，这样根本学不过不到，然后每边来这都有书课到那四肢皮皮抓，大家都来都做皮卡丘的妹妹叫做皮皮抓，因为问题就多，但是这样子一直就像师父这样一直在推翻，一直去了解，到最后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集，这个就很重要。 OK， 所以我们也不推翻人家，但是告诉各位该好的跟不好的重点在哪里。我们继续跑下一张，一张那个好，那我们再跑回来。所以呢五藏讲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啊，在中医来说最第一个破病就是情绪情志。那所以我父亲哦就告诉我们说百病皆因情绪起，到现在哦我们都没有人敢推翻我这一篇论文，靠可怜都想起我哪里讲想欢喜，敢会咱房间的人嘛做好笑，嘿啊讲想欢喜讲啊，我是要欢喜死呢，欢喜买死啊，我隔壁也是要气死呢，啊我好阮囝惊死呢，哇这些人真是马来西亚这边哦。所以你知道，但是也去告诉我们，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对五脏都会受影响，怒伤肝呐、啊，过喜伤心呐、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给师父这个东西。再来就是你伤过伤过欢乐，伊就伤悲啊，有无？比托你想惊啦，伊做这些房间的啦，啊恁烦恼些信徒，烦恼明仔要来法会啊，讲乐吼，迄烦乐吼，所以你看看，迄种烦乐种下的因子，就是会让脾脏失调，脾脏失调，你的运化就差，你的运化就差，你得较容易忝。所以有的人啊，不做他们工课，忝忝，嗯，拜托诶，这个时阵用你的右手为中间这条脊椎开始往外推。往外哦，不能只改，别当改收起来哦。皮的左边嘛，师傅们皮在左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从中心点往外出去，对侧对侧。我们也要强调的就是，你别塞左边用左手，你就是要有一个气也当通轨。所以等于左手，师傅你们用你们的右手，你们右手推左边，从中间往外推，一、二、三，顺着肋骨的方向去动它就对了。鼻不通哦，鼻不通，你的运化机能的慢，所以大家的不舒服。哎，搓完会饿的是对的哦。哎，你不要看他哦，搓完这样饿，这样就对了。也鼻有通啊，还气的才袂胀胀。嘿，鼻不好哦，这怕医的呢，鼻该怕医哦哈。OK， 所以呢，脾呢思念就伤脾，脾割掉了怎么？皮是皮肤的皮还是脾脏的皮？但是我想跟师父说明的就是说，医生他很厉害的，一定会救一个病人，他为了救一个病人他一定会想办法。很多女众啊把子宫卵巢一受伤就全拿，但是我告诉你他为什么可以生，大家就说哎呦神机哦，拜佛来的啦。我上次有个病人告诉我说，我的天主啊，我的基督啊。后来我去问我学长，哎，
卵巢都拿掉。